아담은 걸음에다가 이셔드시나 아빠 麦迪卡时间下午2点半吧，来了一辆大车，然后呢会把这些所有的这段时间斗内的衣服全部拉到乌克兰境内，因为现在还听说在乌克兰境内还有很多人在地下室躲着呀，食物短缺呀，衣服短缺呀，这些事情最近报道的少了，不是说没有，所以我们新中国联邦帐篷里的这些物资现在全部往这个卡车上去堆，然后这个卡车会送到乌克兰，让这些衣服尽它的功用，帮助到更多真真正正需要帮助的人。